乐团 Walker Rock 即将在9月9号推出暌违三年半的全新专辑 Luxury Disease， 不知道大家听过当中抢先发泄新曲 Save Yourself 了吗？这次 MV 他们专程飞到塞尔维亚进行拍摄，为这场超过12小时的长途飞行，鼓手托莫亚到机场时还对工作人员说，我把权力游戏第六季都下载好到我的 iPad 上了。结果托莫亚一上飞机马上倒头就睡，最后甚至还把 iPad 丢在飞机座位上忘了带下去。同时刚好拍摄 MV 那几天碰到 Taka 的生日，三人也在塞尔维亚买了一支评价非常高的红酒送给他当作生日礼物。最后还发生一件小插曲，他们下榻饭店在深夜一点似乎有人误触火警按钮，所以大家纷纷到饭店外避难，盖着防寒铝衣的 Toru 身上甚至只有穿一件白色睡袍而已，实在是有点性感啊。